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严。咱们这一期呢，来学习这一个挂件啊，这是一个可以立体的支撑起来的这个祖母方块的挂件。下面给它配了几个流苏，挂在墙上的话呢，还是非常好看的。编织方法呢也很简单。好，下面的话呢，我们就开始准备编织。好，首先准备咱们这几种颜色的线，这个呢是五号的奶黄色，然后呢这个是一号的白色。还有一个14号的浅蓝色，28号的这个绿色，草绿色。钩针的话呢是用 3.5 的。首先我们拿出这个浅黄色的线，好，手指绕线，钩针在线的下方向内绕一圈，我们拉出线圈出来，咱们开始钩8个辫子针。好了，8个辫子针完成之后，我们在第一针这里调这个半股线，给它勾一个引拔连接，然后我们立3个辫子针。好，3个辫子针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锁2针，就是第一针的话呢有5个辫子针啊，然后我们绕线，在这个大线圈里面我们给它勾出来一个长针，再勾2个辫子针，绕线，同一个线圈里面再勾出来一个长针，咱们把这个线头呢给它压进去啊。好，2个辫子针，同一个线圈里面我们再勾出来一个长针，2个辫子，一个长针，咱们需要勾出来8组。好，剩下的话大家来自己完成。勾完最后一个辫子，一个锁针啊，咱们最后一个只勾一个辫子，然后呢和这里啊1、2、3第三针这里，然后我们穿针进去给它勾一个引拔针，然后我们直接断线。刚才这里的线头咱们已经藏进去了，所以咱们给它直接剪断就可以了。好，咱们这个花心的部分呢就完成了。那咱们再拿出这个蓝色的线头，从这里开始起针啊，任意一个孔位都可以。好，咱们给它穿针进来，先勾一个锁针，然后给它锁一针，在这个针目里面咱们先给它勾出来一个短针，把线头给它拉紧，然后我们绕线，同一个孔里面勾一个中长针。好，一个长针完成之后，一个中长针完成之后，咱们再绕线，同一个孔里面咱们再给它勾出来3个长针。然后呢一个中长针，好，一个短针，咱们这一个花型呢就完成了啊。直接勾到下个针目里去，继续这么重复勾，线头我们都给它压进去。好，先勾一个短针，绕线，一个中长针，然后再勾3个长针。把线头我们直接给它压进去。然后呢3个长针完成之后，再勾一个中长针，然后一个短针。好，咱们这一组花呢也完成了，直接勾到下一个针目里面去，还是继续这么勾。然后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3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。咱们这样的花型呢，咱们需要编织8组。好，大家把这个剩下的几组呢自行的编织完成。咱们这个第一圈的这个8个花瓣都已经勾完了，最后还是勾到一个短针，然后咱们在这个第一针这个位置，好，咱们在第一针的位置穿这个2根线，咱们给它勾一个引拔针，好，直接引拔过来啊。然后呢我们勾4个辫子针，2、3、4，这是正面啊，我们翻到里面调，这里是有短针的啊，咱们调这个短针的最后面这个短针的2根线，咱们给它勾一个短针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下一个这里对着短针这里啊，挑这个后面的2根线来勾一个短针，
一二三四，这边也是这样的，最后面这个短针后面这个两根线勾一个短针，咱们是立下一层花瓣的这个花骨架这个位置。好，还是勾四个辫子，调这个短针的位置，就是这一圈啊，这个短针的位置。好，勾一个短针。好，大家把这一个勾完，一共是有八组。咱们勾到最后的话，还是给它和开始这一针的话，给它勾一个引拔针。然后咱们这个第二圈的花骨架呢就完成了啊。好，咱们现在开这个花架上面开始勾。好，一个短针绕线，勾一个中长针，然后这一圈的话呢咱们勾四个长针，然后再一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。好，这一个花瓣就完成了啊，勾到下一个花瓣上面去，还是勾一个短针，然后一个中长针，绕线，咱们再勾四个长针。好，一个中长针，然后一个短针。咱们需要勾八组这种花瓣来，方法呢是差不多的啊，只是比上一圈的话呢多了一个长针。好，大家按这种方法把这一圈呢编织完成。咱们这个第二圈的花呢已经勾到这个最后一针了啊，咱们这第二圈的花呢勾到最后一针，咱们给它还是在这里啊，第一针这里给它做一个引拔针，引拔到这个下面去啊。然后呢上一圈的话呢我们是勾了四个辫子针，这一圈的话呢我们要勾五个辫子针。然后呢还是在这里啊，短针这个位置挑这个后面两根线。好，给它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再勾五个辫子针。好，下这个这里啊挑这个两根线，然后我们再勾一个短针，五个辫子，还是这一针最底针这个短针这个位置啊。好，勾一个短针。好，大家按照这种方法啊把这一圈的花骨架给它勾完，勾完之后五个辫子之后呢还在这个底针这里啊，我们给它勾一个引拔针。引拔完之后呢给它在第一个立柱第一个这个骨架上面啊，然后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呢再勾一个中长针。好，上一圈的话呢我们是勾了四个长针啊，这圈的话呢我们勾五个长针，是每一圈都会加一点的。五个长针完成之后呢勾一个中长针，然后呢勾一个短针。好，这是一组花瓣完成了啊，勾下一组再勾一个短针，然后一个中长针，五个长针。好，一个中长针，然后一个短针。好，大家按照这种方法啊把这个第三圈的花瓣呢编织完成。现在咱们勾到最后一针，咱们直接找针线就可以了。咱们这个花三层花瓣呢就完成了啊，咱们把这个线头呢给它藏进去。